你谁给我弄得这么乱呀？给我刨吃刨吃，非得给我刨出乱七八糟，怕是舒服是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说这毯子呢，这毯子是我叠好的，你给弄得乱七八糟的，这叫什么样子呀？这是，你怕是舒服是吗？啊，你怕是舒服是吗？你还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看我，你看谁呢你？你看着我，我教训你呢，嘿，我说你呢。嘿，啥意思？我不跟你敬礼，我不跟你握手，你怕我打你是吗？你怕我打你？你知道你做错了没？知不知道做错了？不要脸！知道做错了吗？啊，这谁给我弄的？谁给我弄的这个？他打人。谁给我弄的？他打人。你还要打人？你还要打人？小叔见，小金儿，你起来，我给你叠好了，起来。